你没事吧？啊，没事。 阿雄也出现了，没异常。好。阿雄，报出来过了，知道自己来了吗？家里人又怎么样？没事儿，放心吧。水哥说了，他会照顾我爸妈的，而且我们寨子里的小伙子都特别仗义，都会帮忙的。 那就好，对了，报警没有？没有，我关照水哥了。我说千万别报警，千万不能相信警察。阿琼，离开罗寨这些日子，你自己过得怎么样？我挺好的，我住了好几个地方，一个人也方便，身上有钱，住哪儿都行。 放心吧，对不起。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让你去见鲍叔了。你别这么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只要看到你，我心里就高兴了。你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没有发作吧？没有，挺好的，在那边每天干活，晒晒太阳，出出汗。 精神也好多，警察逼你们干活，没有逼，自愿的，把我们组成中队，然后去建筑工地，就跟普通建筑工人一样，然后得来的报酬拿回安全岛，再去盖房子呀，盖澡堂啊，等等等等。什么中队，什么安全岛啊？总之没事儿，挺好的，没受罪，没吃苦啊，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记得那个宋所长好像人还不错。 不像其他人冷冰冰、凶巴巴的，秋，你一定要听我的，千万不能相信警察，宋庭燕不例外，明白了吗？嗯，嗯，走吧，我们上楼看看。 鲍叔是不是很危险？没事儿，他要找的人是我。现在我出来了，他就不会再找你和你家人的麻烦。嗯，可是，他会不会过来害你呀？放心吧，给他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敢。嗯，那你们为什么？ 都要叫他叔呢。啊，这说来话长了，回头我再告诉你。只要你好就行。秋，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但是我必须得去做，所以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静哥，别这么说，我懂的。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但是，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嗯，什么事儿？以后别再吸毒了，我不喜欢你吸毒。 你知道的，我听那个宋所长说，你的身体现在越来越差，再吸的话，身体会垮掉的。
生晚上好。啊，案件编号 KCCC 一二八四三，被告朱。了，家死人了，你家才死人呢。怎么说说说说？这是我妈第一次来看我，她都好几年没理过我了。这次她还给我带了橘子，她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橘子。她说。他说上到我的薪和工资了，他说我懂事儿了。杨丽啊，请进，来来来，坐坐坐。怎么了？什么事啊？苏总，你最近有没有见过我妈妈？我还真有阵子没有见过张主任了。怎么了？想她了？不是。他不是心脏不太好吗？我就想了解一下他现在还好不好。杨丽，其实你现在精神状况这么好，你完全可以请假出去看看他的呀。不用不用。其实就算我出去看他，他也不会给我开门的。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找他的时候，他让医院保安直接给我拖出去了，因为我找他要钱。我想他这辈子都不会理我了。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先去探探你妈妈的态度？没问题啊，我会把你在这儿的情况和表现一五一十的汇报给张主任的。喂，宋总，能不能挑好的说？你本来表现就很好啊。宋总，这是我上次的工资，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放心吧，我一定会交到张主任手里的。谢谢宋总。这是杨烈托我转交给您的，这是他在工地流汗赚来的钱。真是没想到，你们还发工资啊？他们现在干活啊，可完全不是闹着玩的，干得又快又好。那，这个是他们在工地干活的照片，你看，还有新闻简报呢。他们现在在开河啊，是小有名气。以前都是我求着人家工地老板给我们活干，现在是工地老板着急要跟我们签合同。是吗？有时候想想，对杨烈他们还挺不好意思的。他们干活那么辛苦，就发过这一次钱，剩下的工作报酬都用在安全岛的建设上了。张主任，您还记得我跟您说过的安全岛吧？记得，好像你说
改善生活什么的。您忘了最重要的，就是自愿留下。所有强制期满的人都可以自愿留下继续生活和工作。自愿留下？宋所长，你太天真了吧。您不相信有人会自愿留下是吗？给您看样东西。杨烈是第一个签下这份协议的人。那又怎么样？许诺、发誓，然后又反悔，都是他们擅长的。张主任，也许我工作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也接触了数以百计的吸毒者，我对他们的了解一定不比您少。我以我的专业素养向您保证，现在的杨烈绝不是您印象中的那个杨烈了。也许你是对的，那我就祝福他以后重新做人吧。张主任，您就不打算去看看他吗？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杨烈和我已经不是母子关系，我帮不了他什么，也不需要他证明什么东西给我看。作为一个医生和曾经吸毒人员的家属，我敬佩你的工作态度和能力。也许你那个安全岛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恐怕你今天到这儿来是浪费时间了。这些工资还是请你带回去吧。你们所里的工作应该很忙，我就不多留你了。张主任，无论您怎么说，我都不相信母子之间的亲情是可以完全断绝的。起码杨烈是真的想见您一面，他是真的想弥补他之前对于您的伤害。这400块钱是他执意让我交给您的，是因为在他心里，您永远都是他的母亲。哥，好久没听你唱歌给我听了。今天晚上可以唱个够。可是我喜欢你唱给我一个人听。好，改天我给你单独开个演唱会。金哥，你怎么了？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没事，这可能是戒断反应，正常的。真的吗？说明我身体正在适应。没事。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别去了。不行，放心吧，我已经好了。放心。
心如，啊。单位密切注意。冯总，今天第一天开业啊，免费现唱，情非得已，情非得已，大家好。今天是酒吧重新开业的第一天，欢迎大家来捧场啊！承蒙冯总的关照，我罗静才能再次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演唱，所以今天我会竭尽全力让大家都满意，好吧？所以大家随便点歌。好。好，注意那些点歌的人。收到，明白。收到，收到。情非得已，献给冯总。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因为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真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但这里需要很大的勇气，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一天恨不自禁，想念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咱们也不能冷落了罗大明星了啊。号机一号和二号。人在卫生间，帮我打一下。我知道。他们已经分开了。阿乔，罗静让我告诉你，下面这首歌是专门唱给你的。Olivia's taken, look like girls can be found from time to time. 方老板，方老板，能不能借你的美女跳支舞 ？OK 啊，玩的开心点，去吧，谢谢，谢谢。已经分开了，跟上去，别盯着。
站住！说，酒吧干什么？没干什么。那你跑什么？大半夜有人追我，我当然得跑了。兜里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来酒吧玩没什么，身上藏这个东西就是大了。走。高哥对你控制，只有藏毒，我已经把他带回绝育去了。好的，收到。哎呀，那我发现藏毒的看你。老板，我看。什么？在哪儿啊？在包厢里面。小保安，赶紧给我过来！保安，保安。问人他妈你也敢碰是不是？我打！赶紧住！打他！你把我撵了！过道里打起来了！小曹去支援！小曹去支援！收到！怎么回事？不知道。快点！快点！包叔来了！啊！谁他妈干的？还是他妈！哎呀，给我打完了！你们都别动，都上去！三天以后，我在边境等你啊！现在警察盯你盯得很紧，千万注意。取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放心吧，包叔。走了。人呢？不知道。拉开！别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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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涂警官，这么巧，你也来这玩？呀！别打！谁敢再动，干死了！谁敢伤我？少安，沙丹，快起来！哎，对了，外面吵什么呢？干嘛呢？打架，打架。行，那我出去看一下啊。对了，回头你要再来这玩，跟我说一声，我给你打折啊。我还愣着干什么？我往死里打！啊！老板，别看走，谁带伤了？阿康，干嘛呢？有话好好说。自己没本事，管好自己女人，仗着有几个臭钱啊，好几个人打我一顿啊！就阿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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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个面子，放了冯老板，行吗？大家都是朋友，你让我怎么做啊？是啊，赶紧散了吧，这么多人在这看着，多不好啊！好，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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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了好了，散了散了。老板，对不起，阿康是我带来的，我替他向你道歉。给你面子，我告诉你，别让我再见到你，今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吧，快走啊，走吧，快走快走，快。
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不过恢复正常了。二号出去，注意跟上。让你丢尽了，你是觉得我对你不够好吗？啊，问你话呢。冯老板，你别生气啊。你打架打不过别人，就在这边冲我嚷。你除了欺负女人以外，你还有什么本事？更何况我只不过是个跳跳舞而已，你是我什么人啊？你那是跳舞啊？我是你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啊！我别打人啊！没事啊，没事，哭了。二号已回家，一切正常。知道了，我这边也正常。好。抓到人怎么说？审过了，就是一个吸毒的小混混，局里面都逮过好几次了，知根知底，应该只是凑巧在那里。哎，酒吧里面情况怎么样？你在这看着，我回去一趟。啊。情况就是这样，那几个人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就是打架的那几分钟，罗静脱离了我们的视线。我想了半天，这也太凑巧了吧，可我一点破绽都找不到。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和什么人接头的话，几分钟就够了。可是我第一时间就进去搜了呀，除了罗静，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们的人手要是能再多一点就好了，把这整个酒吧都包围，谁都飞不出去。现在可好，兄弟们是从早盯到晚，就这几分钟全白忙。他们不是街头小混混，和白狼集团有关系的人能没点手段吗？啊，干得不错了你们啊，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罗静很可能已经和什么人接上头了，他们下一步必定有行动，只要盯紧了，我就不信他们不露马脚。邓队，你觉得他们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和这两个人有联系又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人就只有鲍叔，而这个人呢一直在河口，大胆猜测啊，他很可能掌控着白狼集团出入境通道。他们要出境，他们应该知道，如果在境内，他们会时刻处在我们的监控之中，寸步难行。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境。所以说，你带着兄弟们辛苦一下，继续盯着罗静、廖明康。我跟厅里再联系，注意在通往外地的交通要道上多布置人手。好，我明白了。静哥，那个鲍叔真的这么厉害？他可以带你出境。嗯，还有路子，放心吧。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外面的人盯得这么紧。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慢慢摆脱他们。等我真的出去了以后，就能彻底摆脱这个尾巴了，到时候什么都不是问题。我也跟你一起去。你别开玩笑了，我是认真的，你一个人去不方便，我跟着你可以给你打掩护，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好照应一下。不行，你就让我去吧，以后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放着大好的日子不过，都要留在这儿过。你不懂，这儿的日子呀，那才是大好的日子，是吧？对，咱这儿什么都有，好好工作，多好。苏娟，哎，男朋友叫你呢。怎么了，娟儿？娟儿，我有话想跟你说，你能不能出来一下？就在这儿说呗，大家都是姐妹，自己人怕什么呀？说吧，说吧。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喜欢浪漫，我知道现在这不是什么浪漫的地方，也不是什么浪漫的时间，我也没什么钱，我。我，嫁给我！出事了，出大事了！哎呀，那是求婚呢。我知道现在时间不对，但是我每天看着这个戒指，我忍不住了。娟儿，我求求你答应我。答应？你这个戒指是哪来的？这是我花钱买的，就之前发的工资，除了给我妈的，我都用来买它了。我知道它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是我现在的全部。我娟儿，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好，但是我发誓你也要相信我，我以后会一直对你好一辈子。这是安全岛，是谁跟你说可以这么做的？是谁跟你说可以救我？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你答应，你以后就是我杨烈的媳妇儿。有钱我都给你，有好吃的都让你先吃，有人欺负你我拼了命也保护你。嫁给他了，嫁给他了，嫁给他了，嫁给他了。
戒指你先拿回去，让我想想。哎，严丽，你求婚那么突然，肯定夏二娟也能让他考虑考虑啊。慢点，师傅。哎，警官，这个放在哪儿啊？靠这边就行了，这边。哦，对。来，把这东西放这儿。放这儿就行了。师傅，这三个一样的，摞着放。好。这个就放这旁边就行了。哎。对。好，定好了哈。好嘞。定好。站好了，师傅。站好了。您慢点，您慢点。宋警官，您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走了。没问题了，师傅辛苦啊！谢谢啊！哎，好。哎呦，谢谢啊，师傅。宋所长，那天在你办公室，我没有瞧不起戒毒工作的意思，你误会了，对不起啊。我也有不对，反应太过激了。您是缉毒队长，抓住犯人是您的职责所在，我不应该指责您的。不过你的想法挺好的，我很受启发。您不是觉得太理想主义了吗？不是，我的思路太狭窄了。因为我吧，干一项工作时间长了，有的时候想问题转不过弯儿。不像你年轻能干，思路灵活。哎，你提出的从戒毒入手禁毒，这个观点特别好。其实我们只是从两个角度出发考虑禁毒工作而已。缉毒跟戒毒齐头并进，才能彻底的消灭毒品嘛。啊，对了，罗静他们怎么样？没有复吸吧？现在看来还不错。哦，不好意思啊，我只是觉得您可能会注意到他们的动向，我没想干预案情。嗯，没什么。你一直帮助我，才使得我能够那么的顺利的展开工作，真的，我离不开你的支持，谢谢你啊。不客气，龙老师。哎，别刘老师了，老师的。苏娟。嗯，对，等一下啊。你怎么提前回来了？我身体不太舒服，请了半天假，先回来歇会儿。嗯，哪不舒服？走，找秦医生去。走。来，喝点水。谢谢宋总。不是身体的问题，宋总。是杨烈。杨烈。那小子欺负你了？他跟我求婚了。你把你的情况跟杨烈说清楚。我不能拖累了他呀。你是不知道外人怎么看我这种人的。其实我一个人被别人说我也没事儿，我不在乎。但是我不能让别人去指指点点的说杨烈他娶了一个有艾滋病的老婆呀。知道，你们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可是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你不能自己轻易放弃你自己。老板娘，哟，康。我路过啊，来看看你们。那个，刚吃上哈。啊，我也没吃呢。坐吧，坐吧。来，怎么样？见到鲍叔了吗？嗯，见到了。约好了，三天以后河口见面。
就你自己去啊？钱呢？你拿着钱，我们一起出境。实在啊。我陪你去吧。不用了，有阿琼陪我。而且你留在这儿可以牵制他们警力。阿琼怎么行啊？他什么都不懂。放松点，外面有人盯着呢啊。我跟阿琼出去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阿琼也会掩护我，我都安排好了啊。我希望我是一片雨露，滋润快要干涸的土壤。我希望我是一道阳光，洒向布满乌云的地方。不必再送平凡的形象，我只是出现在需要我的地方。也许没有英雄的力量，我也勇敢加入这场生命的彷徨。我希望我是一盏路灯，在黑暗时间为你点亮。不必再送平凡的形象，我只是出现在需要我的地方。想帮助迷失的灵魂。